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 Chocolate 巧克力学生会，我是奇鱼。对，我是奇鱼，我就是奇鱼。我不是奇鱼的话是谁呢？好，按错了。这都等一下哦。好了，这样应该会比较大声。嗯。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我的订阅数满20人了，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呢，我要先拍一个回馈，拍回馈。所以这一集就是来回馈，就是回馈观众啦。好，词穷了。总之就是说，这是个回馈影片。然后之前不是本来想说是这样子吗？然后我就觉得 RPG 哦，还要自己去找哎，好麻烦哦，我就算了吧。然后舞台剧还要想剧情，都算了，然后就剩下这个了。长期红色口袋的人一定都有听过我现在，这是我要唱的歌，长期红色口袋的人应该都听过。好，总之呢。我一到这里来，喂，这个就是奇鱼大大，哎，对，奇鱼大大。好了，总之呢，停，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实况吧。我叫大中天，大中天，名字盖自己取，隔山打牛，哎呀，嘟噜地，隔山打到外地。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叫做晚上醒来心动，干嘛变僵尸了？叽叽，看到没有画面？你那个门道是身残疾，看到没有画面？不看真情报，看结婚，看到没有画面？我跟结班老练的棒棒，看到没有画面？有啥新画面？呀啦冬天，吃饭看地震，大地震，看不地震，我都不会陪，你不陪伴。叫大中天，大中天，大，我叫大中天，大中天，大，我叫大中天，大，我叫大中天。叫大中天，你死了！太大意了！我也认为我的人生就在这边写下了大大。好的，现在来换别处了。好，从现在开始来正经一点的吧。什么从现在开始啊？总之，好，开始唱吧。前奏颇长的，在这时间我就来闲聊吧，闲聊什么呢？Thank you.
有没有很小声的？一首歌就这么玩着，就等那个四秒过去吧。好着，来换下一首歌吧。噗噗噗噗噗。
然后听说我只唱四首呢，之后是最后一首了。我不要问我为什么连大冬天的时候也要算进去呢。准备开始吧。可是这首歌好像有点小声。所谓片尾曲就是要让人想睡觉，对不对？冬のつってる風の声に耳を傾け震えるからさ、隣にいるあなたの息白くなってさ、無双今年のまた命は枯れ果て、やがて来る春を待ちわびる命の連鎖を聞きながら巡ってゆく光の中でくじいてゆく定めと、わかってなお強く生きしていたいよ、歌っていたい私にも何か残せるといいな、私が生きた命の証を、悲しい他にはしたくないよ、ねえお願い今この時だけ愛してるって。
友呢。我们这次的时光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回馈的话，请订阅我或按喜欢，突然忘词了。想看我们巧克力学生会的粉丝团的话，请到我的频道右下方的连结，应该是右方的连结吧。哎呦，不管它了，总之 RCID 我会打在频道那里。然后下次影片回馈大概就是我30部影片的时候吧，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有些东西，就有些地方就是用影片剪辑啦，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证过，所以一部影片只能拍15分钟，然后我就把它剪辑成15分钟，但是进变量应该只剩下22部影片了，所以30部影片的时候我还会拍一个回馈吧，还会拍个回馈吧，大概反正就是100减22就等于22啦，不是，是122减100等于22，所以就是说30部影片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个回馈给大家，应该不可以算回馈啊，影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呀，是怎样的。好了，那真的要结束了，我们下部影片见，或者是我们看音乐台的时候见吧。Sayonara。